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重要的问题：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攻势究竟是战略上的失误，还是必要的冒险？根据《国家利益》的一篇文章，《战略的明智之举》建议基辅应该停止这场攻势，专注于保护和巩固有限的资源。文章引用了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孙子，他们都强调了合理配置资源和设定优先事项的重要性。 乌克兰的军队是否真的具备在东乌克兰超越俄罗斯的决定性优势？如果没有，那么持续这种冒险是否只是自找麻烦？文章认为，乌克兰的领导层应该及时收手，专注于更重要的战略目标，而不是被短期的胜利诱惑。这是一场不断变化的战争局势，乌克兰是否能够在这样的挑战中寻找到正确的方向？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乌克兰的战事当中。 近期的库尔斯克行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与讨论。从19世纪欧洲到古代中国的战略大师们都一致强调战略审慎的重要性。基辅应该考虑结束库尔斯克行动，将有限的人力和资源集中在最重要的防御上。普鲁士军事理论加克劳塞维茨的建议仍然适用于现代战争。 他虽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开辟次要战场，但他强调这种行动不应影响主要战场的成功，因为主要战场才是最关键的。对于一个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战斗者来说，首要目标必须是保住尽可能多的国土，同时努力收复失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库尔斯克行动的战略意义显得相当薄弱。虽然在情感上可能令人振奋，但其实际好处似乎有限。 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简单而有效的评估次要战场的公式，称之为“三个二”：回报 （reward）、风险 （risk） 和资源 （resources）。他强调，新行动必须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并且不能影响主要战场的资源配置。要是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则应该避免开展这类行动。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似乎并没有带来足够的回报，以至于无法抵消所冒的风险。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孙子也许对乌克兰的库尔斯克行动抱有不同的看法。孙子的战略思想强调机动性和灵活性，他建议将直接进攻和间接进攻相结合，根据战况灵活调整作战策略。这种灵活应对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看来，库尔斯克行动似乎符合孙子的间接攻击策略，并且确实出乎莫斯科的意料。然而，孙子同样强调了风险和资源的重要性。 当军队人数超过敌人十倍时，他建议包围敌人；当人数只有五倍时，他建议进攻。随着兵力比率的减少，指挥官应该越来越谨慎。乌克兰军队自二零二二年以来表现超乎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面对更强大且资源更丰富的俄罗斯时可以忽视战略审慎的重要性。乌克兰在许多指标上都处于劣势，因此必须谨慎行事。孙子说过：“寡则守之，弱敌之势大。” 则退避。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库尔斯克行动，乌克兰应该考虑撤退，集中力量在更重要的防守战场上。无论是从19世纪的欧洲战略大师，还是从古代中国的战略思想来看，基辅都应该考虑结束库尔斯克行动，将有限的人力和资源集中在最重要的防御上。现阶段的冒险行为只会使乌克兰面临更大的风险，而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战略优势。 正如克劳塞维茨和孙子所强调的，战略的核心在于合理配置资源和风险，保住最重要的目标才是首要任务。本文作者詹姆斯·霍姆斯博士，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J.C. 威利海事战略讲座教授兼乔治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教职员。他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放出一个大招。 他准备在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向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一份迫使俄罗斯撤军的神秘计划。根据星洲网的报道，泽连斯基表示，这份计划不但要让拜登过目，还会在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特朗普面前展示。你说这像不像把一个新款手机拿给两个科技大佬评测一样？泽连斯基的这个蓝图究竟有多神秘呢？他说，这份计划。 将成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关键，简直就是一部谍战大片的开头啊！然而，至于计划的具体内容，他守口如瓶，搞得像是要拍摄《指环王》的剧本一样，先吊吊大家的胃口。不过，泽连斯基的目标非常明确，让俄罗斯停止入侵乌克兰。说到俄罗斯，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多达十四项制裁措施，但莫斯科似乎一副我就是要和你们对着干的模样。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显示，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还在稳步增长。就像你以为他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结果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降落伞，潇洒的跳了下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亚的影子中介网络。这些中介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地缘政治网站的数据显示，尽管有制裁，俄罗斯二零二三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百分之三点六，预计二零二四年将达到百分之三点二。这就好比一台老旧的苏联坦克，表面上看着破破烂烂，实际上内里机械依然坚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简直成了俄罗斯的经济救星。 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从二零二一年的四千万美元猛增至二零二三年的二点九八亿美元，这就像一个穷小子突然中了彩票一夜暴富的感觉。哈萨克斯坦不仅从欧洲进口了大量电子产品，然后再转卖给俄罗斯，还通过这种方式大大提振了自己的经济。 另外，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也在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中迅速扩张。根据《经济学人》此前的报道，二零二三年欧盟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比二零二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这反映出贸易通过中亚中介机构从俄罗斯转移出去。英国上议院甚至还专门警告“影子舰队”，这些船舶通过暗箱操作继续向俄罗斯出口石油。 面对这些情况，西方国家开始对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企业实施二级制裁。然而，这个策略更像是捂住一个篱笆的洞，新洞又不断被挖开，新公司也不断涌现，取代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这就好比你在院子里捉老鼠，堵了一个洞，结果老鼠从另一头又钻进来了。此外，与中亚国家的紧张关系也给欧盟带来了风险。 欧盟现在越来越依赖阿塞拜疆等国家的天然气，简直成了一场捧杀。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制裁的影响，比如 The Insider 报道，由于银行业日益谨慎，俄罗斯从土耳其的进口在六个月内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对华贸易也在显著增长后下降。但地缘政治学认为，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阻止俄罗斯通过中亚的中间商网络规避制裁。总的来说。 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的这场斗争中都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乌克兰希望通过泽连斯基的神秘计划迫使俄罗斯撤军，而西方国家则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制裁来打击俄罗斯的经济。然而，俄罗斯在中亚影子中介网络的帮助下，依然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各方都在用尽各种手段尝试赢得这场经济战。接下来，我们拭目以待。 看泽连斯基的神秘计划是不是能像《碟中谍》里的伊森·亨特那样成功完成任务，以及西方的制裁策略能否真正动摇俄罗斯的经济根基。无论结局如何，这场波谲云诡的国际斗争必然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奇和戏剧性转折。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观众，先来个历史小故事热身一下。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结果呢，被冻成雪糕，狼狈逃回巴黎。乌克兰如果不专注于主要战场，也可能落得一样的下场。就像 c l a u s w i t z 说的。 分散兵力只会增加失败风险。乌克兰现在应该保护自己最重要的领土，而不是冒险进攻像 Kursk 这样的地区。这可是战略智慧啊，朋友们！<laughs> 楚天舒，你说的好像 k o s o w i t z 是你家邻居一样熟悉。不过别忘了，还有一位也很厉害的朋友三则说过：兵不厌诈。 Kuz 的进攻就是一个大大的意外惊喜，让俄罗斯措手不及。这可不就是 Sasa 的智慧吗？再说了，打仗哪有一成不变的？灵活应变才能以小博大。乌克兰这次攻击也许就是打开新局面的钥匙呢。<laughs> 哈哈，谢琪琪，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Saint、s a n t s 确实说过攻其不备，但他也说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乌克兰现在的兵力和资源远不如俄罗斯，这是一个明显的弱点。就像你不会拿一只小猫去对抗一头狮子一样，乌克兰应该更加谨慎，把资源用在刀刃上，而不是分散在不太重要的战场。楚天舒，你这么说，我也得说句实话。确实，资源有限是个问题，但你知道吗？ 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选择 Kursk，这是一个小而美的目标，攻下来的话，对士气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都有很大的提升。再说，俄罗斯被西方制裁的这么惨，经济再怎么挣扎也就那样了。乌克兰这一仗，说不定能逼俄罗斯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这可是简便宜的好机会呀！啊哈，谢奇奇。 你这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笑话。俄罗斯的经济虽然受制裁影响，但人家有中亚这个秘密武器，通过中间人赚得盆满钵满。反观乌克兰，这次攻击库尔斯克如果不成功，反而会更加削弱自己。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去揍一个职业拳击手，结果可想而知。不如专注于发展自家的实力，等有了更强的底气。 再来谈什么攻击别人的领土？哈哈，楚天舒，你还真是个幽默的人。不过说真的，国际关系和战略可不像你讲笑话那么简单。乌克兰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为了领土，更是为了展示国际决心。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他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向拜登提交迫使俄罗斯撤军的计划。 这就是一个多方面联动的战略，就像打扑克，不仅要看牌，更要看对手的脸色。谢琪琪，你这么说，我倒是联想到了一个经典博弈论的例子——囚徒困境。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选择不合作，那最终两败俱伤。乌克兰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多支持，而不是在这样的次要战场冒险。 这可不是拿破仑的时代，咱们得用现代的策略和智慧来处理问题呀。楚天舒，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乌克兰这次进攻 Kurs 也是展示自己不屈精神的一部分。这不是简单的地盘争夺，而是战略心理战的一部分。就像足球比赛，你不一定要赢得每场比赛，但一定要让对手感受到你的存在。 乌克兰这么做，就是要让俄罗斯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轻易屈服。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l 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noise> The pieces connect the dots. Background stories, more nuts. In the verses, rise a lot. Truth unfolds in every spot. <laughs> Cultures. Day by day, hidden truth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e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laughs>